Hello，我是西西。最近玩的游戏消耗的有点大，于是我打开了 Steam， 打算找个不一样的。这个看着不错，有点意思，试一下。看一下我的宝宝。哎，他怎么不跟我一起出去啊？走啦，出门打架去了。知道青少年是什么样子吗？只关心食物，试着给他们做点吃的，煮饭，食材。哦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青菜。我天，沙拉都做不了，我太穷，太失败了，我做不了。出门。可是我打架是，原来我在外面征战是为了做带吃的回去啊。好香，饼干。就给一块小饼干，真是太抠了。只有我猴年马月才能做出来这个饭。哎，走！上！哎呀，我去！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他要吃的，可是我没有吃的给他呀。我现在只有11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死的？这怎么玩呢？我天哪！有没有可能不是我技术不行，是这手柄不行？可以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换个手柄看一下，好，非常的准。扶一下。好，那次，感觉技术得到了提升，顺滑了很多。原来刚刚真的不是我技术不行，是这个手柄的波动。吓死我了！好，那次，棒。好，那次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nice。小鸭子先杀死，哎呦，自己往脸上送，我去，我杀了啊！15，完了，本来想换个游戏舒缓一下最近的消耗，结果消耗更大了。